哎 ，Louis， 最近哦，听讲很多公司进行股权众筹嘞。对啊，有一家公司我听说哦，它是全马股粮公司来的嘞，最大的嘞还是。师妹，听说哦，它就在这里附近嘞。真的嘞？哎，就这家嘞。哇！那你是不是很想要一起参观这间公司嘞？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吧。Let's go。参访前呢，当然是卫生 number one 啦、啊，这样一定要穿这个个人的防护装备。耶，突然间有爆米花吃了，哎，不要玩啦、啊！原来经过解释才知道，这个是将玉米挤压后产出的这个产物，煮过后呢，还有闻到香香的香气，吃起来很 natural。然后呢，还看到整个生产过程哦，包括磨粉、混合配方，当然最后也看到他们的包装。包装完毕过后呢，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可以看到 Good Morning 的产品啦。那你对 Good Morning Global 这家公司是不是想要了解更多呢？马上点击一下链接，了解更多详情哦。我们到时见。